你根本不知道八旗的真正的力量，只要我得到它，我将无言于天下。段木英，你干嘛？段木英，你在干嘛？他的记忆不提出来，我的记忆怎么进去啊？打二贼的孙子，我就让你看个清楚。二姐，不知道你看到什么。段木英，住手！朕即将会反噬，你给我住手！这是第八奇迹之力布下的棋局，就是张执维来了也打不破的。